领受执事圣旨者请前来。玛利亚·安多尼·梁宝德修生。最可敬的主教，慈母圣教会要求你给我们这位弟兄授予执事圣职。你知道他有资格吗？经询问基督子民及各有关人士的意见，我可证实他确有资格。仰赖天主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助佑，我们拣选这位弟兄领受执事圣职。感谢天主。慈幼会梁宝德修生，他于2011年5月6日于菲律宾宿务始发出院，加入包斯高慈幼会。期间，他也到非洲西部的两个国家体验，让他接触到世界另一方的青年人，陪伴着他们，跟他们一起生活。这宝贵的经历，一方面广阔了他的视野，另一方面更巩固了他奉献自己，特别为贫苦无告的青少年之意愿及渴求。亲爱的梁宝德修士，你领受执事圣职之前，应该在大众面前表明你接受这一项职务的意愿。你愿意借着我的副手礼和圣神的恩宠，被祝圣为教会的圣职人员吗？我愿意。你愿意为了帮助主教以及他的师铎团，并为了基督信众的利益，谦虚热诚地履行执事的职务吗？我愿意。请接受基督的福音，你已经是基督的使者，请注意，你要信仰你所宣读的，要教导你所信仰的，要实行你所教导的。平安礼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有声音吗？有。昨天我晚上的时候，我发了一个讯息给简神父，我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很紧张。”然后神父说：“不用紧张，我在。”这个我在很重要啊、给我平安，给我安定。这个我在是让我意识得到天主时时刻刻都在。这一次的主审里面，我选择了一句话，就在这个手册里的最后一页。这个图片也是我很喜欢的，这个是我在非洲服务的时候一月的其中的主日拍，有人帮我拍下来。我在这一棵很大的树底下，那个时候是冬天，虽然非洲冬天，但是它那个时候早上也是有一点冷，有太阳，我那个时候感觉到很温暖，也感觉到我受到保护，很平安。你的双手仍在那里引导着我，你的右手还在那里扶持着我。今天天气也很冷，也可能下着雨，但是我现在感觉到非常的温暖，因为你们在，你们每一个都在。谢谢你们爱了我，谢谢你们将你们的爱分享给我，在你们身上我感觉到天主的温暖，在你们身上我感觉到天主的爱。黑暗的与你无异光明，
在你那些狗相遇牵着我手，让爱走动同走向永远，一世愿跟耶稣继续往。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们都紧紧地握住天主这一双手，我们永远与天主不分离。天主保佑。这个是一个执事的仪式的祝圣的典礼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禁赌的样子哈、哦，因为有好多的神父都来参与了哈、哦，然后有这么多的教友，然后也是妈妈的姑姑啦，就是从昨天就从香港过来的，所以那个大家都非常疼爱你啊，大家都很喜欢你，当然这个。那个爱是彼此的回应的嘛，大家之所以会有这么的回应，表示它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嘛，刚才我们看你看到也很容易动情啊、哦、所以就是你这个感情方面，就是爱天主，要侍奉天主，要服务弟兄姐妹们、哦、把你这个感情发展得适宜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、哦、所以我就提出这两点，因为我的观察、哦、那希望你这个算是你的优点，但是你发展得好的时候，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会士、啊、天主降福你，我们也一起都祝福你。好，谢谢主教。